我在好奇什么样的电脑读条能读三分钟，真牛啊！感觉我这个我什么电脑读条能读三分钟呢？他这个怕是用洗衣机在玩的。来和我玩吧。全军出击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来一枪，哦，关不了，自己杀他吧。他有闪现，我去了也没用，我又没学 Q。 哎呀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。闪现吃子弹，不是我这怎么搬呀？你们说这怎么搬？你们告诉一下我怎么搬。我反正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是用我的键盘应该是搬不了的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我又没有 Q， 默刷也学不了 Q 的，前三级学不了 Q， 高三才能学。聪明的人都不会过去的，即便你闪现过去，首先你不一定能搬到，就算你搬到你就炸了，知道吧，整个节奏就没了。肯定会说，哇，你这个打野怎么这么自私呢？啊，队友都被打了你还不搬一下啊？那队友被反蓝两波线进你塔，你搬不搬的？你肯定玩线上你肯定会不搬的呀，同样这是一样的道理，知道吧。两波线进你塔，你帮不帮打野？你肯定不帮了呀，一个意思。你要是去帮了，然后对面打野看到你动态了，来防你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还刷不了野。来，二级刀，征服点击。这盘子很喜欢搞中路啊，三级，他们要越了，来这波可以帮南疆蹲一下。这南疆稍微可以等我一下，别急啊，别急，等我一下。你想干嘛？放开这个南枪啊！这个潘森有点脑淤血，他连
药都没有，我觉得不是脑淤血，我觉得是这波他的队友跟他谈起了感情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打野这个位置现在太难了，太难玩了，都没人愿意玩打野，玩打野排的老快了。我现在在好奇，以前是玩下路排的快，我现在在好奇是不是打野排的快呢？反正你想选中单排的很慢的。能不能倒六这波应该是可以的，这波细节刷野了。哎呦，差一点差一点，上波线应该补一下的，再蹭一蹭吧。倒六了，能升一级尽量升一级，然后蹭蹭高包下路来了，刚好在下路再推推线。灯带打击 A 再二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E 一下，跟着他走蓝城减速，再来磕一下头，哭死他，直接一套伤害直接秒杀，是他含住不出来，我 Q， 哎，我怎么没配合好呢？ E 一下没事，这现在给他控住吧，走了。打野刀7分30秒免费鞋子有点快啊，那这波直接回家法穿海了，再控一手先锋理财直接起飞啊。这个 AD 咋回事，才三级啊，他掉了吗？三级之后转 Q 了，想秒人的话必须主 Q 才行，前期学三级一方便刷野。你们怎么就聊起开分屏的事了？我确实有开分屏，但是我也确实卡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解决。就是你打起团来显示 100fps， 但是给你感觉只有50多40多这样子。来来来来，打了打，可以打了，我在我在，兄弟，放我这波细节单吃啊，别急，直接阿奇都定住 ，A 他再 Q 他，再 A 他再 E 他，走位躲，第三段 Q， 这不就杀掉了吗？不要让他第三个 Q 打到，不然很痛，而且他要回血。这金属白剪个头，直接给他饼挂在脖子上啊，嘴巴张开啊。金属刚才还想走的。这金属都被压着打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他是怎么优势的呢？都 miss， 不流浪去吗？应该没事，这个药。抽烟的节奏都有带，抽烟的是下的了，
你就这么说你爸的吗？那你不是下等人的后代，那你是啥？下下等人？带这种节奏太低级了，要带点就高级一点的。一点都不上流啊！来，鸟儿不流浪，直接二闪定住，再 Q 他跑不了，再一个 A E。别怕，六级，直接秒了，单秒好吧？给技能，有点蓝吗？没事，我还有 Q。哎，他怎么重影了？刚才这个剑魔的翅膀晃了一下，感觉有点卡了。嗯哼，干嘛？我先溜了，我有加速，好吧？来来来来来，我在，绷带。抽一下，哎呦，抽一下，半管血都给他抽掉了，吃一下吧。来，嘴巴张开吃一下，走了，又回去反杀一个亿了。感觉我不应该回头的，这波我太年轻了，没办法，这都是命七杀了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。没事，我们这个钱刚刚好，回家买个推推棒不亏的，核心装备做一下。我感觉我们这个铁男三杠压剑魔等级还是打不过他。你还 T 啊？这谁的 T？ 应该不是剑魔了。好家伙，你都不发育的，大 T 的，推一下 ，A， 再 A， 再 Q 一下吧。这不就摁送直接过来？金属在上路直接北滋滋多吃四波线，直接压两级了。他这样这个支援的话，兵吃不到很难受的呀。这金属马上十一级，我感觉可以秒这个森林。直接过来，这飞吃一下，走，没闪，没闪 ，OK 的，点一下他。飞一下，咻，十一滴血，走了。哎，我先锋呢？我刚才不是打了一个先锋吗？我先锋没开吗？哎，这塔皮时间也过了，主要是对面这车轮战来的太多了。够了，挥一下。这剑魔打不过铁男，这原本对线大优势。开始读书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要双杀了，看好，300+300，1000块钱到手。凑一下。
直接叠八层。这就是核弹流阿木木的威力。你们老觉得 AP 打野起来比 AD 打野强是为什么呢？因为 AP 打野很多都是 AOE 伤害，而且它的伤害加成高，知道吧？很多 AP 英雄它需要发育，所以它起来之后会更强，比 AD 型这个英雄的话，像你很多 AD 型英雄只能秒一个，但是你 AP 起来可以秒两个、三个甚至五个。在相同的经济等级情况下发育起来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看我以前玩这个什么九头木木可以一打几打团，玩皇子就之类就不太行。来和我玩吧，我的大招再来吃两个，老板先没闪，看好我这波开 W 再这棒一下，二闪定两个，一个 E 再 Q 一下双杀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回家。但是我感觉我这波搞了之后他们要投降了，心态有点接受不了。主要这个剑魔一直乱游，不然他兑现优势的话还能稳住，把他的优势再带给队友就行了。皇子怎么能这么秒人，秒不了，皇子想就这种操作不太现实，就这波越塔秒两个皇子就做不到。有病吧，中，差点差点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没走。等一手大招勾引，勾引去卖弄一下你的风骚。往后拉，往后拉，满城了。哎呦，好多人，兄弟，有空电话联络，救不了你了，人太多了，这不。这个眼有眼，这个眼视野很小，我赌这个剑魔他看不见啊，我赌他看不见。我大马的好了，等一手大招，虽然他有水银海，但是水银海并不能救得了他。我们去找找朋友，他要请外援。哎，你还原地 TP， 这不就推一下，直接差两个，一两个开中药拖一下，差点伤害呀！哎呀，我好气哦，这波回家回家，两双水银鞋，感觉我被 counter 了。这装备，这水银鞋性价比出的巨高啊！来和我玩吧，来一个征服点击好了。感觉他们要起魔抗了，这波差点都被我双杀了，这魔抗必出的。干嘛？走开！看到没有？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在团中的地位。一个男枪要啥蓝呀？还点投降？
不知道这把谁才是中单吗？谁才是 carry？ 这些人脾气好暴躁，一点电竞的精神都没有，动不动就投降。来来，别让他走，这地方打断你。完了，这波感觉伤害不够，只不看了吧？对的，所以这个法盾棒要买了。我中亚按不出来呀，我也想按盯一下，还是得让我先开，然后这个塔姆吃我，我出来再打一套技能，让我先手稳一点。打大龙吧，真可以打，我打大龙好快的。风女要从右边来，哎，可以，让他没有白帮你，给你吃个大鸟，还给我喂人头。这男家人这么好，你们弹幕还骂他，还是人吗？这样子，容纳一下好了。这波没惩戒，但是对面也没打野，对面没惩戒的话我伤害这么高，他必不可能死。你干嘛？你出来想打我，又不敢打我，这个流浪好矛盾啊！算了，高手过招，点到即止，默契好吧？停战。有时候就要懂得彼此的肢体语言，知道吧？才会有更好的游戏体验。回家了，等我法盾棒出了，稳杀他。刚才的话，他有个盾仔，知道吧？而且有个鬼珠在，有加血量，再加一个炽天使，加一个时光，不好秒他。但是这波法盾棒必秒他。来旅行一下，直接过去开 W 来了，中，闪现了，没办法。风你在勾引我，没有打断技能呀，哦，死了，可以。我感觉我要拿五杀收尾了，刚刚好，拿个四杀好，好了。对面魔抗好高啊，你说你魔抗这么高，这个男枪对吧，这个越南很好打伤害。我一打团拉的就不丝滑了，
饭打断你。还差最后一件，这会回家钱也不够，差一千多，哎，算了，不回了，刷两嘴野吧，马上十六级了。开 W， 好肉啊！这个孙女，我两个技能加一个普攻，竟然没打死他。大兵给我飞出，叮，搭进去，对，好了，我回家换帽子了。杀人书是一件前中期的装备啊，所以即便它满层二十五层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后期了，也不用它了。直接二不就二死剑魔了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都把闪现没好。我在上半区，来拦截一波，空中打击，蓝色。抬掉他，出去慢一下，救一下，抬走，双杀，快跑，绷带打击 ，A 二，哇，一个二一千一，咖喱给给这伤害太爆炸了，看到没有，我们叫核弹，而且还是 A O E。秒了伤害灌死他，冲！我还有中亚没开，我有，差点被弹死了，开了吧，开了吧！如果你想杀我，来闪现给我一个点蓝，用你的点蓝，不敢，救一下。完美结束，完美这波父母。